首先预备纸巾10包或者用卷纸代替。我们会用平板支撑的动作去玩一些游戏。首先保持平板支撑的动作，双方猜拳，胜出的一方可以拎起一包纸巾，每次将纸巾叠起，最快成功将5包纸巾叠起的一方为胜。如果途中纸巾倒下，就要重新再来过。